我接着。
伊上个来讲，第七方位，大家应该是作死啊，作息啊，因为五祖，因为伊帮助文人，就是讲，因为伊个文人一千几人，哦，包括哦，即个儒家个，包括儒家个，包括社会，哦，啊，包括儒家个，哦，啊，包括一寡做官。即阵啊，大家咧拢总即个伊是清末个啦吼，即个叫做尊文人啦。甲你讲起是讲有咧学习，着咱个时阵啊，迄个古作、小作个范即阵啊，啊即阵人当中因为做伊在帮尊文人做来吼，因为当然头前着讲着嘛，伊头前讲着啥物件，因为头前。已经有出现一个五祖爱要爱人嘛，甲你讲起，因为伊上祖个内底当中嘛，嘛是一直一代传一代嘛。啊，你今日到一个到一个段落，你要传承个人出来，你感觉已经难。啊，咱已经看到六祖个名已经出来啦。啊，人讲啥内行看门道。外面看热闹，啊！因为五祖已经看到伊爱的人已经出来了，但是看到哦，看到六祖为人哦，伊是一个真正的德行作来的人，啊嘛才有符合着伊心中爱的人，所以迄个时阵，五祖伊开始在动作了嘛，哎，动作就是讲，就开始要考验这个人。哦，可是这阵人，你含我伫遐想着想遮久啊，你含着含遮久啊，到底恁这人办的程度是到什么程度嘛？哦，这一个解释来讲，今日咱一贯地主，咱大家想着想遮久啊，含着含遮久啊，到底咱办的程度是要到什么程度？因为咱今日伊想着，哦，一个解释了，一个言语对白。咱不是咧学使用动词，咱不是咧画飞，咱不是咧修形状，咱不是咧求天求地求后业求后代，咱不是这物件，咱是真正爱这块地，啊，啥物件？咱就真正爱这该做的物件，啊，该做的物件是咧到底咧有钱要办，无钱要办，这是因为咱爱的物件，其实。咱这个物件啊，会当来讲用手触，这个法理啊法，其实来讲，一切的物件拢总就是一种啊，一种的迄个参照切个卡色下，一切的物件参照切个卡的物件，是唯有我爱接我这个物件，也是因为真正咱得到解脱，唯有这条切个枝。伊点带当出，啊！即个即个即点伊当出，即点是因为我去出只，还是我伫这卡，伫这卡，弄这卡，弄这卡，感情上不这样。所以咱当做伊就讲出个讲，不求你问，啊，只求作问，即句话就真正讲出来。不求你问，就讲这七个卡，这个物件对我无路用的物件，接我无来。我只求作对，我只求个质量，啥物件会出现一个好啊？简单讲就是安尼。我会当得到我自信中个解脱，我个得到啥物？来到这个所在，我唔是爱吼表象物件，吼、哦、所以就叫迄阵伫迄个会在中国吼，那比较中国，我唔是用伊个无。阿摩有言利用，哦，我咪用口说，伊用听力，用人心个，咱得真好，用人也好，是心灵为何不如？即句就讲得出来啦。心灵为何不如？是多气皮粗粗。心灵是爱心物件，心灵爱的物件，就是会当改造的。性灵爱的物件就是世俗的物件，唔过
一般顶的凡夫就是爱那五色、五音、五味，爱些表象物件。其实，人老祖讲，是圣人为福为梦，圣人为福就是伊内在自性中解脱的物件，这个就是相。不为梦就是讲你外口你把酒所看的物件，这物件对我来讲，这是无外物件，是故气气出出，气故气迄个表象物件，出掉迄个实相物件。今日咱这讲话，我那是来讲这个。好，因为今日你，咱包括你一份给做了对当中，你能想很多了对当中，咱若无真正去深听到这点，你可能在听一世人。完在是我那听到底那讲无，我那讲无，谁那讲无？因为我听，他听不见物件，他听这物件，但是你我是要我去听到真正，实在是咱爱物件，真正爱物件，这是一个重点哦。所以呢，要讲，因为我做生意嘛，像我做生意，唔当我反问你以外，就直接把工资话，十年薪都是在万里定金的情况。嘛，你但我求这表象物件嘛，不求出离心出观，你无求着迄解脱的物件嘛，哦，自心中没有不求，即个就家己讲法出包嘛，对不对？咱但咱对求，对咱的自性无关的物件，甚至对咱离这表象，啊，现在对自性无关的物件，因为咱好这物件这。哦，即外口即物件个应用，哦，世人心术时代逆境经营，将伊进入福建，是咱世人进福建，因为世人把这表象物件当作是啥？我想个比喻，因啊，因为伊个重视这汤安个重视这个物件，当然因啊，因为伊爱物件是这汤安。伊太爱物件，咱爱的物件是爱物件嘛要得着，当然咱爱的物件嘛是爱物件，咱才爱得着。伊个得着的物件，得着个实相，你都看无，你都看到表象物件。但咱今日一贯在做一个，真正真修行的物件，看无。前两天感觉咱的岁月，包括咱的金钱，包括咱的时间。哦，包括咱的精神，要甲牺牲掉。以前来创啊，牺牲来哦，做事。那这里呢？咱好像讲，咱有信仰，迄状态，迄个处境，还在老清啊。但是咱无法淋漓尽致。我听讲咱爷啊，天天上帝。要换这个厝呀，开个四千几万，这我是听讲的，到底开多少我是无了解。但是开四千几万，甲开六千万，咱这是完全是同的，完全是100%的同的，包括迄个教授，包括迄个物件，迄数量是啥物啊？天天上帝，这物件是查得足啊，但一点讲数，那一数据也讲得查。但是有人在讲，当然庙干信奉，因为庙这点人，伊是无实修的物件。咱这点人是实修的物件，这是无实相。咱一讲念，咱唔敢投入；咱一讲念，咱唔敢去啊去做着。因为怎？因为咱爱的物件，唔是个莫的物件，咱爱的物件是个实相。但是社会啊，因为伫政府要人做迄个做，吼、哦，要人做老大，哦，较早听我爷咧去天天上，咧去这个庙时阵，讲话讲含迄个呐，因古仔在咧走，去到讲个时阵啊，天天上边人叫我采机啊，伊就讲唔得等，哦，当然真实拢听到啦，但是伊太真了，因为伊就是为福为福，咱就是为福为福，咱的物件无实相。咱今日
四五气气出出，咱今日去的气也无济，甚至咧暴死、灾死、咱发死、甲累死，咱会做这物件。咱台叫刘姓人，阿得出了阿得出钱，去咧煮素食，阿得煮到规身流汗。各有听讲，咱爱上拢请较贵，咱就讲，咱就讲啦，哦，阿咱各位大家做一个，咱唔然要把亲戚嘛靠拢出咱爱上的货，搞无起的。他就大概讲，咱爱上请较贵，但是咱爱上，他无搞到钱，搞无出较好。即马讲过来，咱讲讲，拢做老母娘的钱，对不对？所以咱今日去唔是，咱今日去唔是爱遐恶，咱今日是爱遐好，听无？咱今日是爱修这道德，咱唔是爱表现这物件，无人爱这物件。这是人情啊，这叫做一本为主，叫做心真修行。唔到我头先讲，世人心术是得逆定就必之理方便，咱唔是爱这物件，唔是爱这物件。所以现在咱今日去做那些情况。一直到这时候，一年我做个丢开做个物件，一年了后，一年你丢出你心术看的这个物件，你才叫得了地位。所以你不能够光当来讲，得一个报心，得一个乞丐，得上面的人中，得是这个境界，得我这个想念，得这个地位。那就是提这讲，一年你已经将这句自性中觉好好的。咱今日一问题，数字将这个六道感悟咧，六道感悟咧，对吧？过去来讲，报心就是咧开悟。咱今日定义就是咧看，其实中的四道都是感悟。咱今日说这物件，所以咱若做会员，其实把当中的时阵，你茶房咧泡茶。哦，你经历的时阵，当然你这段过程内底当中，我做太唔知，我做一清了白，所以我做直接就开门见山，开门见山，就是看这边。所以这当中的，哦，咱看当中，你见各自很地位，为什么你是自很地位？自很地位。那不是简单的，你去你要出来钓鱼，你写了无妨啊！我跟你写文章来，我文章风水地啊，出来无无鱼的，你写文章无妨啊！你若我真正物件真写无呢？尤其你写佛法，你写真理，你写见性法门的物件，你若无够真正见地迄个境界，你怎写无物件呢？较上无感觉，较上无物件。是不是呢？他想把东西写出来，物件其实咱心里也要写出物件，你灵魂那么好，你灵魂那么好，是因为你那地位不高，前那地位不高，因为本来是苦修，那个地位不高，因为那都流量太多，那个都是太浅，那冰箱那懂得太多，因为那精神不集中，哦，那个地位，那个地位。我造成出去，因为我什么人造成？气火这六点，还有力量太厉害。因为力量、力量、力量是无限嘛，是不是呢？啊，因为地位，我当生出来就是因为要看表的嘛，做简单的道理嘛。是安那太阳刚未出来，是叫我看表的嘛。无因为地嘛，未地，你那个太阳的光本来就是不增不减不。不是的物件嘛，伊敢有客气敢较少，寒人敢有客气，热人敢有客气，无啦，是因为这点部分的物件嘛，你本来就地位是因为你先无开嘛，是安尼要安怎做个地位？本来无要问何处变的，本来无要何处看地位，你本来就不叫变化地位，做简单的道理嘛。啊、所以今天你就是因为哪，咱就是道心不大，咱念念太厉害，因为咱的心无叫做专一，咱的心无叫做专顺，
所以呢，因为咱来当把真正，即、這个咱佛为讲，就是即六识，即六识，六根、六六根、六识，即第六识，即个六识，即个六识的物件，咱爱去转做些物件，因为识，即、這个识。这个叫做表象，这个叫做表象，这个是叫做潜，潜意识，潜意识，这个叫做潜意识，这个心，这个想会让这个叫做潜，你那个是什么？那个嘛呢？这物，这叫咱的八识，这叫咱的七识，这咱的六识，这个叫做这，这个叫做抛出的五识。哦，这解释叫做，这叫做八识，五六七八，这叫做八识。那这个八识内底，那跟这个，就是我咧讲这个，因为头一句五，这五，这五叫做五识，咱叫做人理一识心意，五种，哎，咱讲叫做人二。一舌身一，这个第五是到什么？啊，这个叫做五。啊，是这个物件，这个地力，这个叫做潜。因为这个目睭看到，这个看到了，一定要从这心来。这个看到扫到了后，我感觉我有看到，我有影到，我。啊！你有看到我内心，这个心叫做潜意识。但是因为你今日见到较早伊个物件，伊会走到对这个七识啊，这个七识啊，七识或者叫做这个七识，或者叫做意境，叫做意境，啊，叫做意境，满山叫做潜意识、深意识、潜意识，后来都叫做潜意识，后来叫做心识。这个我们讲，应该了解。这个第七识，这个物件叫做意音，是不是叫根基会传、会传的物件？所以，因为这个表象你看到了后，你感觉虽未真，有发现你有了解，但是你无认知，所以就是因为无够这个物件。啊，这个物件呢，这个第七识，这个叫做哪？这个第七识的叫七嘛？会执，会叫做执着、执着。所以我想讲，就你今日去这个看到了后，甲第七识入来，第七入来了后，你会感觉，哦，今日听一个心中很好，甚至这个心中很好，我听到一个心中听，我听一个分明分袂去。你那边的第六识，你来分明分袂去。你是今日个第七识，你来分明分袂去。因为你已经接到了，这个什么物件接到，第二是甲你无物件，你看到无识去看到遐物件，你后一听到了后，那跟你识相向未出，或者叫做定，这六定，啊，这六定内底当中，因为去了六定去了六定，你后当中因为看你有念到，我无念到，所以你已经接到，接到第七识内底当中，迄、那个第七识开始。那讲在一些，所以敌人若做包金，心是地，心是王。我有我门啦吼，伊讲我有我门啦吼，内有一门啦吼，内有一门啦。心是地啦，啊心是王啦，我嘛推下来啦，应该安尼啦。我有我门，内有一门，心是地，心是王，王居心地上，
王印这个心理上，现在王在心里王无，现在心心在心气心心无，不是心中作无用他话。做堂没有这堂没有，应该是在台湾这样的。啊，因为我有我，我有我们唯有一门，我有我们唯有一门，心是地，到这来就是。所以你能经历，能经历，你也有一阵。你也造一阵，你现在物件比念嘛足深，因为你足深，你迄个足深，你念足重，你有件事爱食一只，爱看鱼啊，食两粒啊，阿弥陀啊，你才好好锻炼你迄个心灵顶啊，因为你这个心灵即摆进入来进入来，因为伊藏伫内底，是藏伫内底嘛，啊藏伫内底当中，因为咱咧修行到内底，六祖还讲六亲嘛，这个六亲嘛。这个亲玉亲嘛，玉亲阴阳转嘛，阴阳转嘛，是不是安尼？这个玉亲啊，阴阳转要做些物件，你会做妙观察地嘛，妙观嘛，妙观察地啦，妙观察地嘛，这个亲转平等心地嘛，平等心地嘛，心无变嘛。妙观彻彻底点回光嘛，问题，咱这不是作用。所以你这个来电当中，你看住你自己的地位，你地位最差起来，你今做了文艺，做了读，读些文艺，你唔知边个开始挖遐物件出来，你唔知内底边个挖出来，里面到底地位出来，看住地位是文艺呀。所以今天咱今日看出地位，就是对量甲轻，你会转得起来呢？叫做阴中转呢，阴中转呢，阴中呢，是不是阴中？境界的阴中，咱离开世间，变成菩萨。所以六祖大师才讲：因地果还生，因地各还生啊！啊，你因地，咱自己叫不能转，你地再找不出来，那你现在都看不着嘞。你这个看掉你和六七看掉了以后，你就要你是转变定性地妙观察地，是不是叫做妙观察地？妙观察地叫做菩萨地呢？哦，因为归用妙观察，佛有五眼呢，也是八眼呢，天眼呢，慧眼呢，法眼呢，五眼呢，迄个法眼叫做妙观察地，迄叫做菩萨地。所以你用你的用这个用心，这个用这个力，会当转个哪？边边性，伊个妙观察，妙观。所以你看到内底当中观的一切是我家的相了哦，当中，因为无去哪，无去识个你转了，无去识个你转了，因为你已经开始用到你妙观智慧，妙观察底下，你这个菩萨底下你有做。你看到了二第七识的哦，第七识因为伊未执着啊，伊未执着，唔得无平等，有执着唔得就平等，所以因为第七识准是平等性地，平等性地，咱的心就有平，咱心就有平，你才执着，你才赞，讲着好的，欢喜到要死啊，讲着歹，我气到要死啊。是不是呢？啊，你心无平吗？咱的心平，心啊，你的心是心无平定。所以平定的内底当中叫做菩萨，平定的内底当中啊叫做佛。所以金刚经二十三分了后，咱说，咱佛甲说话来讲，是法平定无有二合。我咧讲这个法是一个平定无有二合，正念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尽无我无生无不生，叫太上修一切相。所以你平定的这当中，你这已经转妙观察了，你这观平定性地啊，你已经已经转了转回来了。所以讲，你要转，你已经已经转成功啊，那安尼地位造会出来吗？所以你主人的地位就造出来了吗？那安尼当中，你已经菩萨，甲佛顶看到物件，看到无现象，足奇怪，是安那个平定看到报应，然后看到破天的报应。
但是你看到一部经典，你看到啊，那想嘛想无，啊，那看嘛看无，遐差人较济，毋是你差人较济，因为你这物件无走出来，你这物件走无出来，妙观察，因为你妙观察，你都你看看到嘛是遐，石头看到嘛石头，西瓜看到嘛西瓜，吼，人看嘛人，人是安尼三合代表落发东西，轻轻吹就是如来。哦，清净最是如来，欲欲方方不是波罗，见生是生，见死是死，见生离生，见死离死，见生是生，见死是死，了解？那看出来，那看看嘛是看嘛山水嘛水，对不对？啊，当你见生是生，见死是死，因为虽然到第一步到第三步，拢相像，但是已经是差不多相像的。那已经了解到实相的，咱那第一单表象的物理相，咱就看到这是山，看是水是水尔的。咱看到第三步，经过见生为生，经过见水为水，了后人已经走到第三步，已经实相咧。山毋是山，水毋是水啊！先山毋是山，水毋是水，因为伊看到的物件，拢是实相物件，拢是实相物件。看石头毋是石头安尼，看人毋是人安尼，毋是人安尼，看火毋是火安尼。你看火，你以为我无是火嘞？你看一堆火，你还要看你，你怎么看一堆火？那是如来看这地啊！伊在对你的微笑，他在为你的微笑，你看到无？你看，你的思想他看嘛是火，因为你无一心来看，你无色心一处，你无业心一处，业心一处，因为你看嘛就是火，你看看嘛是火。因为你看嘛，因为那你我都看啊，一心清净出来，所以你看嘛是遐物件，所以较重要，重要个事。所以咱今日你修啊，对对当中，咱今日因为这两个太持强，对咱个自己个，就个太，所以咱做还过。但用名言无实相，但用名言，伊在甲你讲嘛，但用名言。无实相，什么叫做名言？名言，你的姓名讲的话嘛，叫做名言嘛。那唔能叫做名言，那名言是那不有一时间嘛，有一影响，有我视频影响到这边变不来。你根本用你的哪份话就清楚。哦，那这本钱有名言的无？姓名有叫做名言，名言啊，但是咱就实相进来的。文人在多，文人是多啊！这本钱是法界，会当互你，你若愿意这本钱，只要这本钱行，会当互你成佛，这是绝对。但是这本钱不当成佛，这本钱是功夫名，这本钱是会当成佛的功夫，这本钱唔是这本钱成佛，你一定要记住。既然那么，因为这本钱的法界，法界就是。信念地位，但是你的信念地位，要转入你家己的头壳内。那么转入你家己头壳内，这本的名言，无是信念内底。我是讲，这个技能会当成功。但是这个技能内底当中，若无迄个行，若无迄个实相，没有实相，这个技能你永远都不会出。一点那么，伊无实相。伊恐怖大，咱哩生两鸡的鸡苗起来，这粒鸡卵，伊这粒鸡卵是袂出来，因为伊无实相，伊无实相。但是这粒有形的这粒伊有实相，所以伊就出现。变变两粒，一粒有实相，一粒无实相。无实相的产生是本质，明明无实相，伊欠迄个实相，迄个实相就是迄个道。想盖叫永无专处，永无专处，这句话重要了。专处，永无专处。这里叫做转至转世，转世，从至。专处，你这个心，也当准地位。能给人给理解
当中啊，你已经将你这项地位，你怎会过来买？你要怎看你爸公？你怎会对你要怎看？你无功夫，你要怎看？你去看嘛是无义，赚出不留情，我做你啦，我做不留情，赚出不留情呀！他赚不完嘛是安尼，是不是安尼？各自看地位，处本性发展之性，你爱去家己处处你家己这个发展之性，因为你无做无为的发展之性，就转来说你较做嘛是性，因为你无做的你。一定是千外人的，伊敢去去发展成果对吗？我六十，我五十来讲是正确，你安尼做啊？还是你有干部人去协助？你有法通取出自己个人之性，你还没有补救，但是你有法通解出来？你不只得力协商嘛？咱是安尼解决错？不是你无，是你有，啊无是咱六组五组，他咪叫你去客？不是你无，是你有。什么物件？积碳意味着无完太阳天。积碳，咱家己的地位无负责，咱家己的地位无力量转出来以后，所以唔是咱无负责的这个地位，唔是。所以伊来讲，六十分钟永远转出不留情。这个不留情的道理是要怎？因为你这个专情性也来变成，你绝对袂使负责。情感，但是简单的世界观，简单的世界观，未使有一点点的世界观，你绝对未使有这个世界观，因为这个世界观，你是不专明，因为你是按照形式来行，所以你这个道理用，那按照你那专明道理好，哦，各种一题来提我，用我大意，故你依法。你个人多做事，当然啦吼。伊个讲，因为些思维在建成以后吼啊，哦，咱遮就是咱遮啦吼，比如讲啦，咱作为五年级，大家拢修过修三十年，恁大家已经开始些思维建成以后吼啊，咱遮想个也好个，爱会哎呦，这个数量就不重要。你想想看，因为这个第一物件不是让你想，因为想就是这个想的嘛。啊，你愈想愈复杂嘛，因为想就是想就是人嘛，想就是人嘛，想就是点嘛。因为你愈想愈点嘛，啊，愈想就是呐，分别愈多嘛，分别愈多，想完嘛未使，想完嘛未使。唔当无做，你若要想着讲，讲到呐，天十三数，到尾讲大难大难，你才讲大难大难，但是他想无得大难大难。啊，这个面相，咱无做，咱是咱迄个道同人下咧笑，笑到后壁去咱，咱人做人就来看吼，初期未见性，咱就知影，我嘛要想要来写一首啊。啊，那个当中，迄个道同阿哩家己爬上来，迄个当面咱讲，哈，你也是你这干了啊，想要做要写什么字啊？那我哈哈，你叫哪？无下是你想象比想象，你无聊是肯定是无聊会变得出来。你听下讲，下下你不是下下你不想象比哦，想象不一比哦。所以讲出来每一句话，我老爸想讲出来，要叫我做我袂用做尔，啊唔叫我吃吃嘞，我会用吃。好吃歹吃我知影。你要叫我讲我袂用讲，你讲出来对不对？我听无，对不对？道理啊。所以讲，你若得到做，你爷爷爱保我哦。是不是呢？人伊会看到，生在当然，这毋捌业务上觉醒出来，当然咱捕捉这个物件嘛。但讲，有就是有，无就是无嘛。文章风水会进来，无不也有就无就无嘛。啊，无就讲遐个，讲较歹听，讲在臭话嘛是去嘴咧边尔啦。有个人会好讲出吼，讲啊那个鬼气正白啦，讲啊去嘴咧讲个，真正会认得。旁边个啉一个，会当迄个品茶的人吼，人茶话啉袂听。品茶人茶话啉袂，迄个茶的茶旁边伊披一个，迄后一年伊即摆开来吼，伊只搭片啊，伊是开出来呢，只是洗掉，当作气白的。
伊要吞人诶，吼，你二三十个、四五十个，迄个地咯，伊拢忍不了，忍不过吼，来做一个比较好诶，来做一个做一个对。咱迄毋是真正，咱迄毋是真正咧，达袂到你忍诶。咱是当一个，咱做是细个，当做是细个。咱迄是做来，咱迄真正捌物件诶。啊，咱来当中华人忍两杯茶，拢得做阿哥。很快被讲一句地道，讲个地道无代表一般，安尼听无？讲个地道无代表一般，真正捌个物件，迄个物件啊，不可以说。就即个一句话讲，视而不见为之义，听而不见为之喜，不义不得为之啊利，出三角不可避免。是不是呢？出三角不可避免，一旦那分为合为一，是那个视而不见为之义，无义的是讲视而不见为之义，迄个义的义，迄个义叫无声啊。听而不见为之喜，迄个喜叫做无声啦。吼啊，不义不敌为之义，义的是讲无形啊。无声、无声、无形，三者不可地结，迄个地结的人叫做物件，地结的人叫做叫做不可思议的物件。这个三者不可思议物件，伊家己讲怎样讲，分为合为一。你这三那个合为叫做一，迄个叫做哪？会叫做道，是不是呢？道这个是四十二种的变，你有听过？道是一，一是二，二是三，三是万物，叫做道。啊，这个道。物件会当用语言去讲个咩？多嘞，非常多嘞，五名法多嘞，九名法多嘞，是不是安尼？真正迄个实相物件、实体物件，唔是用语言会当去讲个物件，迄个叫做感受。如能饮水，冷暖自知。我个感受着，迄个感受讲个出来未？感受讲个出来。刚讲出来就是好，讲出来就造孽，所以人言恶多端，啊心平处变，迄个叫做妄用的大意。你先要了解实相的大意，你来解。故你以外不叫做事，当然迄个以外不叫做好，伊叫做善意啊。第一节安陀会，毕多罗僧增加了安陀会叫做咒语。毕多罗僧叫做入众意，增加里叫做那两个福田力、福田力，增加里这件衫就是去了近代性，去了近皇帝，就是去了突破，变成变成福田力。毕多罗僧这件衣，我叫做去，伊这件衫就入众意，是咧听经说法。你文经借啥？入咧换迄领衣。安陀会这领衣就是，因为伊去咧做工的时阵，一定要换迄领做工的衫，袂使穿咧服装，伊袂使穿咧服装去做工，因为够啥意义。所以咧，这领外传，伊表示书信信息无虚，内传的伊引正宗的佛性统治。内传法，外传伊，外传伊表示书信的信息无异。内传的法，伊印证宗门佛心的宗旨。这两个意思叫做咩？叫做什么呀？叫做互利以法给人来做事。这是小宗的方说不来，这个以法。规定人来做事，好极，俗气，不得异地，要较经济啦，唔使异地，使我排班啦吼。除了这个地方，另地勉强相接，相接不落了。建行之人，言他事件，言他听好。建行之人，你听足一话，你言的外口去事件，唔是言的内底去事件。迄、那个言，就是对外口来；言的内底，就是
言的内底是，因为你以文字，以文字来咧做文章，你言的话好，就是你智慧，你产生了组织发展，你无成效。所以这个言学，唔是言的内底，语言的内底当中会愈复杂。所以咧，想讲一句话，言语道断心，心行处昧。有言语就得不得理啊，心行处昧。所以讲讲言学，唔是以文理，当以文咧做文章。当作我跟你讲，我作为我做先生。哦，你爱离开文人的当中，对你自己自信发展去体悟伊的实相。达做伊个物意，伊是一个高调个一个分享，伊个从人生经验相关。言下之意，若人如此论道上，即个论道上真难吼。但是，咱一定要注意吼，即论道上边个解说，像迄个论道上边，迄个论道上边难吼，论道吼。上正哈，叫一心，不二心。修这个轮道，你是十个人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有十几道，十几道了。你这个人在家。你一个人要应付这十几刀，安听无？到底这个刀要对后边分来，还是对边分来，还是对边分来，还是对边分来？你拢无注意。但是迄个轮到上面，这个人一定要甲一心，无二心，真正无干过人，因为伊真干呐。对一个咧叮当，伊就随感觉，到后边对一个开始要出来，因为伊一定有随感觉着，伊一定爱情感，伊绝对会使乱。你愈乱，你乱咧到底，你一定会出问题。对一个倒出来了后，伊有法度啦，随时后边着，所以伊唔敢分心，他绝对不，因为伊一个人。面临对战一刀，轮刀里向面当上天在地当中跟他打起身，他不敢再生恶心，再生恶心你马上死。所以你一定，你迄个真正，你是用武代表，迄小人是迄真正干火了，因为伊真正面对一个人，伊心里面他不敢再生恶心出来，所以你给他专注。那叫做专注，也叫做专一。他这个解释的论道上面可见解，也可见是这个解释。哦，所以呢，这是这段然后六人之间的他们大概互相的共勉，然后啊，因为一些六禅经应该能大家对六禅经大家就熟了，他们明白了。好，迄个好，哎，咱讲来讲运动，以心啦吼，会当继续实践上好。不过，咱就叫一寡人出来吼，也较好啦吼。这是咱讲到咱各位来继续实践，最后祝咱各位能够成绩有成绩成功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
公送教之前，公送教之前，好，教教什么？哦，啊，教教。啊。